We're meant to be. We're meant to be. We're meant to be.那个时候九岁，三年级嘛，省里面的教练呢，就是觉得林丹是个苗子，如果待在小县城的话，出不了什么成绩。当时问了林丹，林丹还说，他我会想妈妈，那我说妈妈会来看你的。起先就这样，先闷他，他说那好吧，就这样子。几乎每天都给妈妈写信，希望你妈妈把我带回家，不要再留在这个地方。我们是每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。你接电话的时候，就你一听到妈妈声音，你就会很激动，就哭了。你会发现你一哭，那一头妈妈也肯定就哭了。我知道她哭嘛，但是我们一下子讲不出来嘛，就得慢慢的让她缓一下。她电话打完以后，我知道她嗓子很哑了，那我们也会。我要觉得还要感谢妈妈，因为她比较狠心一点，没有因为我的写信，每天的写信把我接走。半年以后他就不一样了，那教练也说他不错，打球什么各方面都挺好的。如果你要为他前途着想，应该让他出去，球越打越好，离我们就越来越远。2004年雅典啊，我们觉得他心态是还挺好的，没想到第一轮就给输了，我也知道他肯定很难受，那也不会难受。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说你现在其他都不要去想那么多，你只有从头开始，凡是有比赛的一仗一仗打好。对我影响最大是2004年输完以后到2008年这4年的过程。他这4年里面也很吃苦的，也非常累，每一年都非常累，因为你停不下来。我觉得只有妈妈会让我感觉到轻松一点。当我急躁了以后，在妈妈这里我会平静下来。不管每个运动员他都有失败的时候，像林丹他不会放弃的，他会一直往前走。我看儿子打球呗，我都比较紧张，所以我一般都不怎么看。最后一届奥运一定要去看，给林丹加油。在场上你就是一个斗士，你要去争取最后的胜利。你该拿的都拿了，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看你这一步走得好不好。你这一步如果走得很好，那就很完美了。现在对于我来讲，没有所谓的成功跟失败，因为我一直在坚持。我觉得即使可能没有像大家想象的成绩那么理想，至少在那个角落，住着我的家人，有我的妈妈。